大家好，我是南米普米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莲的阿布斯。好，尖叫声。好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斜坡上，对，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屏东演出，也是我第一次来这边比赛，非常开心。然后天气这么好，我很兴奋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？刚才那首歌是叫《Binanawa》，在我们的布农族里面叫做女人。那这首歌我想写的是我对于女人对爱情观的观点，喜欢就拿下，不爱就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《妈吉妈母》，是爱你们的意思。然后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的家人，我爱我在乎的人，我的朋友，对，然后唱出对家乡的思念跟追逐梦想的惆怅，但是还要坚持住自己心里面那一份最初的初心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妈吉妈母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大家，我是阿布斯。